今日这档的嘛拢无下咧，因为这拢下面是拢凋零的。哦。农民申报的是哦，像这种情形，那大概目前损失大概500公顷。那救助金如果用一分7500来算，差不多在3800万左右。那我们是想说是不是？这么这长这么两担瓜呢？对啊。讲到我这苦在背当头前，迄个头我背当，爱着苦到心啊现在把它这个边磨好了，你这吼，已经枯黄去啊，无足翠绿啊，那是正常的足翠绿，足青翠。嘿，这连去啊，所以讲这长。啊，像这啦，就这样，这个食料的这吼，伊这一批一批啦吼。你若收一批，伊这批开来，我下当收这批的。啊，搁再来这批来收了，就搁收这批吼，批这批的。啊，这量看几重？这那甲存这量两两两，这重拢无这看这。安尼把那要安那算损失？安尼就嘛是爱认定伊的灾损。但伊这量都还袂到要收的。就是讲，伊下一批下这个花要收已经落了去。等于讲这拢无法装。拢无法装修啊。你遐把那有保险无？把那有，把那即卖很好保险。有保障啊，保障20%啊，啊，伊个保险费，我做市场都加保20%咯。啊，咁感动咩？做用心咩？这条仔拢无下，这眼眶下讲这。啊，这当破灾损嘛，对嘛？伊这连江也是有水相似的，像这安尼啦，像那个都是一样的。是惊风惊雨啦，枯掉，整个会枯掉。啊，枯掉原来个差别细，当知啊，可能啊，拢水相啊，是了，是的。啊，所以伊就是下骹个，下骹个插板那层。有发这个无效呢，这个土伊也无效，迄是到尾来贴。这层，迄到尾来栽啊。嘿，就位是不？啊，这层咩啦，唔免买去。有啦，唔过迄足重啊，迄用袂开，我要伊。金较惊着对啊。金浸水啊。金阿峰，你若是较大下火，阿拄仔有钓白蜡金，较重，啊，风彩若来，伊就倒。啊，金刚的火。啊，倒你甲淹倒海，淹倒海就一定好啊。伊这个了了。伊好落尾一个月以上。嗯。嘿，我有提早包开，我的表皮是较无受损，啊，有诶是啊无受害。若无包诶，表皮拢已经破。拢会刮伤。嗯。迄日头搁拍过了诶阵哦。一定还要慢掉，无要紧。嘿，甲慢开无要紧，因为阮在滴看伊。哎，我这条这表皮松碎，因为我伊细粒，我也包，伊还袂落果的。啊，你若想做，伫这个时阵。啊，这个敢下去啦？这也袂。袂啊。下不下去的尔。这袂下去啦。不晓得电扣看都下去。伊拔了一开一开啊。哦。哦，一开完了，搁一开伊。这个拔了是偌久生的好？正常，伊若是甲种花到采收是差不多半冬啦，啊，毋过若寒天是差不多7个月。啊，迄是啊正常有发的，啊，若是像安尼凋零去，有当时。你长这拢袂活的吼。这像这花，这花伊就是那拄仔我加落来，这即丛我那伫看伊的。看你。嘿啊。因为现在伊这条已经无效啊，这我拄仔伫遮加落来。所以可是有可能慢慢凋零。啊，这鱼仔拢安黏哦，要死安尼。金花也就对啦。金食真济水，有当腐败啊。因为我这丛是无倒鱼的，我迄位有倒鱼的，我搁去买200-300只来甲伊请下。我请下无一定有效，请下有当时爱过嘛是搁黏。啊，所以这个看这个就对啦。这丛底有哪里看这个？这个我拄仔来甲加开尔。拢啊拍。